不是，大哥，别崩了得了！别！走，胡爷，走，胡爷，走，胡爷，走，胡爷。大哥，不用崩了，吓死了。睡得比我还快。我本来想让赵德柱来当这个队长，可是赵德柱一定要让贤给你。大头人，这个赵驸马为什么不当长枪队的队长啊？赵德柱有自知之明，有胸怀，他自己知道在玲珑山的日子短，虽然劫了胡彪那么多枪，即便有功劳，但是没有什么战功，难以服众啊。所以他一直向我推荐你来当这个队长。吉马，你愿意当这个队长吗？大头人，属下愿效犬马之劳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，选个好日子，我昭告全寨，让你来当。多谢大头人。哎，小鬼小鬼，别挡道啊。哟，赵驸马。哎，你别挡。哟，吉马大人，什么事这么高兴啊？多谢驸马爷。谢我干什么呀？谢您的美言呢。大头人说了，让我当长枪队的队长。哦，哎呀，那得恭喜吉马大人了。哎，任务重啊。哎呀，咱们的驸马爷胸襟真是广阔，过往多有得罪，请赵驸马多多海涵呐。哎，哪里哪里。哎，俗话说了，择日不如撞日，请驸马爷寒舍一句，小酌几杯如何呀？那个喝酒咱就改日吧。啊，哎呀，改什么日呀？驸马爷，走。哎，吉马大人，吉马大人。哎，阿姐，阿姐，你别生气，你别生气了。谁让你进来的？出去。我姐夫不愿意当就不当嘛，你干嘛要气成这样？出去。我觉得我姐夫说的没错，你想想，这万一真打起来，子弹嗖嗖的把我姐夫给打死了，你不就成寡妇了？胆小鬼，没出息。我姐夫说了，这叫好汉不吃眼前亏。去去去，找你姐夫玩去，少在这气我啊。我姐夫还说了，这叫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张嘴你姐夫，闭嘴你姐夫，你姐夫让你死你也死啊！我姐夫对我可好了，他才不会让我死呢。再提你姐夫，信不信我不嫁他了？我让阿爸砍了他！别，阿姐，你要真让阿爸砍了他，你还不得哭坟去？滚，滚！哎哎哎哎，出去！我出去，我出去还不行吗？气死我了！别开枪，一会儿我先开枪。听到我开枪，你们再开枪，听见没有？跑了。
大家等等，注意安全。兄弟们，抄家伙！哎，你们是哪个山头的？问咱是哪个山头的？听见了。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？那怎么办？混蛋！啊！过去了。全走，赶快上山找龙族大人，说我们遭到了伏击。是。我们半路让土匪给劫了，我要求见大头人，请大头人救救我们马帮吧。好，快跟我走，跟我走吧。解马，大头人，你马上带着长山队，跟着这位兄弟去救马帮，一定要把马帮给我救出来。多谢龙慈大人。这个湖标欺人太甚，就差在我的头上拉屎了。哎呀，大头人息怒。怎么，我说的不对吗？马锅头的马帮是给我送货上山。他劫马帮就是打我龙刺的脸。大头人，你不要着急。马帮的这位弟兄啊，刚才你说胡彪的队伍里面有机枪，是我亲耳听到的，哒哒哒的声音，还有小钢炮，是离老远都把一头骡子炸飞了。这胡彪的队伍里怎么会有机枪和小钢炮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确定没有听错看错？错不了。我用我的脑袋向骑马大人发誓。我要你的脑袋有什么用？以你们马帮的实力，这胡彪只要一个冲锋，你们可就全军覆没了。是马国统让我们撤到一个山包上，胡彪一时半会儿冲不上来。龙四大人，骑马大人，请快去救救我们马帮吧，要是救得慢了，马国统他们还有寨子里的那位女先生就全完了。等等，你说王先生也在马帮里面？是。金马，你还想什么？大头人，我怀疑这是胡彪的诡计呀。诡计？你想想，胡彪的队伍里面有机枪和钢炮，我是闻所未闻呢。是真的，金马大人。就算是真的，以胡彪的实力，一下子就可以把你们消灭了，还把你放出来报信儿。这会不会是胡彪下的一个圈套，引咱们上钩啊？金马大人。大头人，眼下最要紧的是以不变应万变，咱们看看胡彪到底耍什么花样。骑马大人，龙刺大人，行了，别在这喘了，下去吧。是。看你那点出息！呀，我呛着了，你还说我呀？哎，你说我怎么瞎了眼了呀？选你当驸马？一开始我是拒绝的，是你，咣，给我扔床上了，我是被逼的。
我有逼你吗？啊，没逼。我一金枝玉叶的，还配不上你啊？哎呀，配得上，配得上啊！嚯！我说你就不能整点人的动静啊，跟驴似的。你才是驴的，笨的跟驴似的。我被驴踢过，我有后遗症，怎么了？你是那儿被踢了，又不是这儿被踢了。 给我告诉你啊，叶娜，你要是后悔还来得及，赶紧把我休了，这人咱俩可说好了，你那几头牛我可不推了。光知道在那耍嘴皮子你，眼力劲儿都没有。给我成长。哎，姐夫，姐夫，把气捋顺了，说。马帮在山下被胡彪劫了，劫就劫了呗，哪儿啊？离得不远，就在前面那座山。够不够？他们正打着呢，派人来求救，可是我阿爸不同意啊。是吗？哎，姐夫，你快想想办法，我都快急死了。哦。 哎，你吃啊，快吃啊！啊！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我那些豆崽子下面泡着呢，都泡发了，我得赶紧去看看去。阿龙，你自己盛啊，盐都在这儿，你咸蛋你自己放啊。哎，你不救啊？ 好吃吗？哇！哎呀，这豆子啊，多亏我看了一眼，都泡发了。哎呀，要不就可惜了。哎哎哎哎哎，赵驸马，你是马帮的人吧？是，那马帮里有个女的。是。哎呀，站住！哎，龙四大人，金马大人，两位大人。 赵泽柱，你怎么来了？龙三人，那马帮被胡彪给抢了，啊？您知道啊？哎呀，那您还不赶紧救人去？哎呀，赵驸马，我们担心呐，这是胡彪使的调虎离山之计。不是，那离山就离山呗。那离山咱也是老虎，那您要是老在这儿猫着，那咱不成小猫了吗？ 哎，金马大人，你不是有长枪队吗？赶紧让他们救人去啊！这个长枪队不是还没有正式成立吗？这个山上的人也得很，没事我什么训练。如果真的是胡彪的调虎离山之计，咱们把人马拉出去，搭救马帮。这个胡彪带着人，趁机偷袭我们玲珑山，那怎么办？那就是也不用全去，去十个二十个就够了，吓唬吓唬胡彪他们，把他们给赶走不就完了吗？哪有那么容易啊？人去少了，管用吗？ 这胡彪啊，人多枪多，咱们去就是找死。那咱们也不能在这干挺着吧？咱们呀，以不变应万变，看看胡彪到底耍什么花招。龙子，您倒是说句话呀！哎呀，赵驸马到底怎么样？跟我走。哎，哎，过来，过来，都过来。在巡逻呢。哎呀，巡什么逻呀？ 哎，有重要的事要跟你们说啊！现在有一个立功的大好机会，你们愿不愿意干？愿意。现在你们赶紧回家，拿上枪，到寨子门口集合，我在这儿等你们，越快越好。快去，快去！好，快点！驸马爷，犬子怎么还不回来？不知道，可能什么事情耽搁了，怎么办？自己顶着吧。 马爷，人会来吗？放心吧，肯定没问题。快，上哪？赵将军，赵将军，赵将军，这些都是俺的表兄弟，他们都来了。啊，这儿呢，这儿。赵将军，赵将军，赵将军，这些是我的姐夫、妹夫、小舅子，快，后面的跟上。
这种兄弟我们也去，大家拿出气势来。好，走啊，走。就喝了一碗豆花你们就跑了。给我打！什么？赵驸马带人杀出寨子了。他带多少人？20多个吧。大头人，赵驸马这是要去搭救马帮的人呢，赶紧把他叫回来。万一中了胡彪的埋伏，可就来不及了。算了吧，他福大命大，造化大，就让他去吧。万一让胡彪这小子算计了，也让他长点记性，吃点亏。赵驸马走了多久了？大约一盏茶的功夫了。现在把他叫回来还来得及。嗯，不用，让他去吧。大头人，你怎么一点儿都不着急呀？吉马，你着什么急呀？啊！就在前面呢，还打着呢。姐夫，姐夫，姐夫。你怎么来了？我看你来，我就来了。走！给我打！给我打！快跑！大少爷，英子，英子姐，柱子，你没事吧？我都担心死你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来谁来救你啊？快追胡彪他们，他们跑了。你没事就行了。兄弟们，撤了。啊？英子姐，我帮你拿包。哦，不用，谢谢。那英子姐，咱走吧，走吧，走。日月星辰，日月星辰。这日呢，说的就是太阳；这月，大头人。头人，嗯，您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？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也不着急？大头人，赵德柱这一回擅自带着寨子里的勇士下山去搭救马帮，虽说是有功吧，但是他可是违背了大头人您的命令啊！您怎么还笑啊？这回他违背了您的命令，过不了多久，我看呐。他把大头人您也就不放在眼里了。我看就算了吧，他把马帮救下来，大功一件，这功过就相抵了吧。功是功，过是过，治军最讲究的是什么？讲究令行禁止，赏罚分明啊。要是山上的人都学着赵德柱的样子，那玲珑山岂不是乱套了吗？那你说他把马帮救下来，该如何奖励他呀？赏点钱粮不就行了？那他私自带人下山，又如何处罚啊？重打30鞭子。嗯。哎呀，大头人，您就别再犹豫了。
这回要是纵容了他，他一定会居功自傲，这样的话于玲珑山不利，于大头人不利，于叶娜公主不利，于赵德柱自己的成长也很不利嘛。放这儿吧。英子，你说多危险呢，要不是我及时赶到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。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家就应该在家里待着，要是受伤了怎么办啊？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你也不看看今天多悬呢。哎，英子，不行咱赶紧下山吧，这活儿咱干不了啊。你不懂。我怎么不懂啊？你不就是担心那些娃娃你走了之后没人教他们读书吗？那你之前没来的时候都是沈家清教的，不也教得好好的吗？那现在沈家清的脚伤也差不多好了，你还操着心干嘛呀？你不是不待见他吗？那人家有优点你也得肯定嘛。再说了，不是你说的，这个没有证据之前不能随便给人定罪呀。阿爸，阿爸，好了好了，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。我不说，你先答应了我再说。哎呀，你先说，然后我看行不行吧。不行，你先答应了我再说。先说，到底什么事儿嘛？阿爸，这次赵德柱把马帮给救了，可是立了大功一件呀。哦，你这是帮着他要赏来了吧？那他本来就该赏嘛。呵呵，你想让我赏他什么呀？阿爸，您之前不是说赵德柱没有威望，不能当长枪队的队长吗？可是他这次打了一个大胜仗，寨子里的勇士们都很服他，对吧？对吧？是的，大头人。怎么，你是想让他当这个长枪队的队长，好不好嘛？哎，岳父大人，您别听他的，我干不了这个。此事关系重大，你让我好好想想。过些日子再说吧。阿爸，你就答应了吗？行了行了，不要多说了。我要是能答应，不就答应你了吗？阿爸，那我还有一件事儿。还有什么事儿啊？阿爸，您都不知道，这次胡彪把我们的马帮给劫了，王老师也在马帮里，差点让胡彪的人给劫走了。我知道。您想啊，他一个女儿家，一个人在寨子里教书。他多不容易啊。怎么，他想涨工钱啊？不是阿爸，我是想说，您看他平时一个人上山下山挺不安全的，这万一要是出点什么意外，咱也不好交代呀。嗯，要不啊，咱们换个男教书先生。男的？啊啊，对啊，换个男的呗，这事儿我也早就想跟您说了呢。哎，记得不是有个姓沈的女先生和他在一起吗？那就让他们一起下山。啊，对啊，那赶紧让他们下山吧。啊，龙子大人，你不是下令不让我们救马帮吗？这矮龙啊，都被王红英把魂儿都给勾走了。我不让去，我拦着他，嘿，他偏不听，非要去。我担心他的安全呢，我就跟着去了，顺道把那个马帮给救了。如果再让王红英在这山上待下去，那矮龙不知道惹出什么乱子呢。哦，我可是听说是你要去救马帮，他跟着你去的呀。我怎么敢违背您的意思呢？是矮龙不好意思，是矮龙想去救王红英，我担心他呀，我就跟着他去了。再说了，就这个胡彪他多猖狂呀。啊，上次把矮龙给抓走了，这次在咱们家门口又把马帮给劫了，这说明什么呀？说明那胡彪根本就没有把您放在眼里。哼，这个胡彪
也太嚣张了。嗯，赵德柱，我问你，就马帮的事儿，是你还是艾龙的主意啊？这个，阿爸，当然是赵德柱的主意了。艾龙怎么会有这个头脑？你是想把功劳都记在他脑瓜子上吧？阿爸，本来就是赵德柱的嘛。怎么，你这还没过门就已经开始护着夫家了？阿爸，赵德柱，你自己说，是你的主意还是艾龙的主意？你说实话。这个是，是我的主意。好，你承认就好啊。赵德柱，我命令你不许救马帮、严防胡彪调虎离山。你为什么不听我的？啊，我不是，功是功，过是过，我得赏罚分明。你不要以为你是我招的女婿，就可以在玲珑山上为所欲为。我没有啊，叶子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阿爸，你的功劳我先给你记下，过些日子再奖励你。你擅自带人下山，不听我的命令，我现在就得罚你。雷火，走，把赵德柱给我拉下去，重打30鞭子。阿爸，岳父大人，你怎么这样？不要说了。哎呀，这是，岳父大人，别走啊，别走。哎，等，走，岳父大人。柱子，别闹。别，不要。大少爷不好了，大头人要鞭打驸马爷。哎，兄弟，别用力，放松点儿。行，阿爸。啊！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哎，你先别打，你们松手！哎，松手！艾龙啊，快救救我！你爹要打死我呀！你怎么得罪我阿爸了？为什么要打你啊？哎呀，还不是咱们私自带兵下山救人那档子事儿吗？哎呀！哎，你先别问了，你赶紧去求情去，快去！你等着，我马上给你求情去。快点儿！雷火，你自己看着办。野娜，你这个婆娘，我说不是我，非得让我承认。哎呀，疼死老子了！雷火，还等什么呀？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啊，多蘸一点辣椒水。这是往死里打呀！这哪行啊！阿爸，柱子哥立这么大功，你不能打他呀，真不能打！好了，不要多说了，功是功，过是过，我玲珑山从来都是赏罚分明。是赏罚分明，他明明是功大于过呀！好了，我。不要再说了，阿爸。哎呀！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哎呀，疼死我了！每个人都有啊。啊，好的，还有我的。啊，这是给你的。好，给你。还有我的。新书大家一定要保护好了，知道吗？知道。英子，呀，佳倩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的伤好点了吗？我们出去说吧，走。英子，刚才外边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我们被土匪伏击了。伏击？对。那有没有人受伤啊？
还好赵德柱和艾龙及时赶到，马帮的人只受了点轻伤而已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有件事情特别奇怪。什么事儿？我们这次缴获的武器当中有一挺歪把子机枪，而且是新的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！我跟你说，肯定破皮儿了。你个败家娘们儿！说谁呢？你！要不是你，非逼着我承认是我带兵打的土匪，那我能挨那揍吗？这要是他们往死里打，那我那屁股还不得烂了？那我不是也没想到，我阿爸真的派人打了你三十鞭子。再说了，你那腿已经被驴踢了，后面再打烂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你才被驴踢了呢！提没提我自己知道。嘟囔什么呢？没说什么。哎呦，我主要不是想着你跟我阿爸说土匪是你打跑的，马帮是你救下的，我阿爸肯定会奖励你的。我不是为了你好吗？为我好？为我好，我挨顿揍，挨三十大鞭子。看你那德行，都吓得快尿裤子了。你是没挨过打。你是不知道，要把你绑那儿，你也得哭爹喊娘。那你是看不见那一天的，我阿爸是不会舍得打我的。那什么，反正那个打也挨了，你赶紧给我想办法啊，把那个王红英给我弄下山去。为什么要让王红英下山？为什么？要不是因为他，我能挨揍吗？不行，为什么要赶英子姐下山？不是，你跟人瞎掺和什么呀？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不是因为他我不会挨揍吗？那也不行，就是不能赶他走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你定什么定？你哥，给你的膏药，这不是那假药吗？这是真药，我阿爸头疼一直用这个，我阿妈腰疼也一直用这个，这是老神医专门给我们家配的。你们寨子所有的病都用一种药治吗？好不好看疗效，管用就行。你别看它黑乎乎的，可是闻起来香喷喷的，一贴身上呼呼冒汗，一会儿就好。你也别怕把自己贴黑了，反正你也不怎么白。来，我给你贴上。别，兄弟，别给我贴上，我的票啊！兄弟啊，真疼，阿龙。今天这两群笨蛋气死我了，仗都不会打。八哥，是啊，要不是最后接到了命令，要我们原地待命，我真想带着小分队的人踏平玲珑山，把这里还有那里都变成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基地。彭二军，你不要着急，你一定要相信，大日本帝国的铁骑很快就到这里了。泽藤君，上次提及的天线的事情查得怎么样？天线我已经知道在哪里了。嗯，在哪里？在赵德柱那里。赵德柱他是谁？他在哪？他在玲珑山上。恒二军，我觉得当务之急是把天线找回来。自从天线丢了以后，我们和皇军大部队失去联系好长时间了，我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，消息传不出去。没错，是时候想办法找回天线了。报告队长，可以开饭了。泽藤君，请。恒二军，你请。泽藤君先请，恒二军先请，还是一起吧。看来大家都很饿了，是吧？恒二军先请，泽藤君请。一起吧，一起吧，一起，一起，一起。天线中国人太狡猾了，这么多枪才换来这么点粮食，
大家受苦了，我下回再上来的时候，给大家带点山货，带点肉。这已经很不错了。想想我在山牢的日子。红二姐，你受苦了，我下回上来的时候，一定多给你带点肉。快，快吃吧。好。艾龙，艾龙，艾龙。哎，英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来感谢你啊。啊？你跟你姐夫把我从山下救上来，我还没有好好谢谢你呢。那是我应该做的。啊，哎，你刚才出去了？哦，我给我姐夫送膏药去了。怎么了？他被我阿爸打了。为什么？严重吗？没事儿。我姐夫私自带兵下山，被我阿爸惩罚了。不过你放心，雷火是假的，没事的。这个是你从湖边那儿缴获来的吧？是啊，我给你演示演示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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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英子姐。啊。你是不是得罪我姐夫了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那他怎么正在商量赶你下山呢？姐，你放心，只要有我艾龙在，没人敢赶你下山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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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随便看，随便挑啊。老马，哎，大姚，提叔啊，你们马帮在上山的路上碰见胡彪了，政委正在祠堂等着你。哎，全子，好好看着啊。好，走。最好的，价钱啊也实惠，是吧？怎么样，有没有人受伤？我们伤了两个人，不过不碍事，都是皮外伤。要不是柱子和艾龙及时赶过来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胡彪这个混蛋，下手毫不留情，明摆着是要置我们于死地啊！这个胡彪，三番五次向我发起进攻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是，这帮土匪越来越嚣张了，但最后都被柱子赶走了，还缴获了一大批武器啊！什么武器？就是这么一大挺机枪。土匪怎么会有机枪？老马，啊，你到厨房吃点东西再走。哎，政委，这帮土匪怎么一下子就这么活跃了？这事儿有点不大对劲儿啊。上次是赵德柱带标本下山，这次是王红一带东西上山。你说胡彪选择这两次伏击，中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吗？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两件事情有什么联系，但是胡彪敢公然出击，而且从赵德柱缴获的武器来看，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他们怎么会知道赵德柱下山和王红英上山的具体时间呢？这样，大姚，抓紧时间找个借口，去一趟玲珑山，查下那些武器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收拾一下就去。今天啊，我们收拾完武器准备回山，我发现沈家青也从这匆匆忙忙的过来了。匆匆忙忙，嗯，就是说他脚没伤，他是装的。他装脚伤，是挺可疑的。你说他为什么呢？这个我也没想好，反正他可疑。这也不能说明问题吧？我就知道你不会满意，所以我才告诉你这件事儿。
这样你才能放开手脚去调查你老李原来的同志，这样就不会顾左顾右了，才能大展拳脚啊。那我在这儿谢谢柱子了。干什么的？山上有条路，直通通向天，心中有个你，情深深细。大山不高，温泉水叮咚，云彩不飞，不见月中云土，迷雾不散，不消前路宽阔，天空不黑，不动清秀似雨。春风又